大家看，我整理了一下我包哈，20、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、520，这么多钱，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。我操，一瓶矿泉水600多。哎呀，我就说这个，他们这儿货币贬值贬得真厉害。再看这个房间最后一眼吧，大家看他这个厕所啊。这厕所多奇葩呀！这儿有一个瀑布，它这儿有一个台儿，然后直接垂直下去。我说这样咋弄啊？这万一那什么呢？是吧？但是后来啊，我一用，我发现，任何东西设计啊，都有它的道理。真是，它既然能用这么长时间，还真是有点它的道理。它是能冲下去。奇葩设计有奇葩的道理。然后正常人不会那么设计，但是他这么设计吧，他因为他那水流冲，所以他能可以搞定。走了，灯给他关了，房间没有问题吧？等会没留有什么东西。有他这个钥匙，有那他这个咋办？敲敲门给他送。这个钥匙，那天我看他往上走。怎么给他？Hola，Hola，Hola！哟，他这儿锁着门呢，还是给他藏了个地儿吧。你看我这都得录下来，我要不录的话，到时候他那个很麻烦，他 Airbnb 藏个地儿吧。他这个门儿啊，真是钥匙放哪儿了？哎，这钥匙能，钥匙能扔在屋里？我给他拍个照。这样就行了。这个城市嘛，这个城市还不错，挺好的一个地儿。下一站了，我要坐公交车，我要坐公交车过去。坐504，废旧的厂房。
相适应的生产力，你才能够真正称雄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不是制造业的时代了，这个时代是金融帝国。嗯，你看看瑞士，看看这个世界所有发达的国家，没有一个是靠制造业起来的。就是现在啊，我不是说以前啊，但是都是靠制造业起来，都有那个过程。但是现在那个过程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真正发达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制造业发达的。我这么说，可能能把这件事说明白。靠制造业是不行的，真的。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金融帝国的时代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任何一个时代，你要想称雄这个世界，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。就像在封建时候，在1000年以前，那个时候靠什么能发财？靠贩盐，对吧？你现在贩盐，你能发财？发不了财，对吧？然后1700几年、1800几年，14世纪以后，一直到工业时代以前，那个时候靠什么称霸？农业，就是阿根廷嘛。所以阿根廷在当时很厉害。现在你靠农业不行了，早就已经，现在根本不愁粮食，人类社会早就已经能吃饱了啊。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硝石之战，那个时候当时智利为什么发达起来，就是靠硝石之战。农业，他当时为什么要爆发硝石之战，这是我另外一个那个什么事情了，不说了。就说这个阿根廷吧，然后在这儿等5:04。好了，大家看我整理了一下我包哈，20、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、520，这么多钱，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。我操，一瓶矿泉水600多。哎呀，我就说这个，他们这货币贬值贬的真厉害。前两天我跟一个博主聊天，留了个言，我说他那会儿去的时候，来的时候，啤酒才300多，我现在就一年过去了，现在来这啤酒涨到了1000多，便宜的900多，一般的都是1200，妈涨了4倍。阿根廷的一个小镇，跟北美小镇差不多。